寻求生涯的首安，有吗？有，第一支安打，恭喜邱丹，哇，自己非常的兴奋，他兴奋成这个样子，他这个球要留给他，对，有了这个是，而且刚主要是平面有打出，我们第一时间都还不大敢喊，是不是？又怕又被接到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看到邱丹打出自己中职的第一支安打，也非常的兴奋啊。这次他积极出棒，有收到效果，抓对方第一颗球可能是直球。但其实艾迪顿没有投的不好，这一球压得还算蛮低的。哎呦，第二次安打来了，而且是长打，第一分的打点也回来了，是不是要龙的传人了？耶，妈没有来了。自己鼓掌而已，因为落后比较多了。他是年轻的选手，哇，这棒是打得非常扎实的，刚好压在线内的长打。那这样一来，也破了艾迪顿想要完封的这个心愿了。那他或许就不用投完了。我讲到邱丹这个很有个人风格的动作，我觉得是好事。